那拍摄，所以拍摄，所以像我自己拍摄，所以像我自己拍摄，然后到拍摄当天啊，然后我自己拍摄的习惯是能快就快，能有效率就有效率，就不希望是我们大家拖到我们安排的时间。那我自己拍摄的习惯是喜欢我们能快就快，能有效率就有效率，所以我不喜欢在现场还在等他，等他用来用去在等什么东西。我希望大家是可以很快很快的去执行我们想要执行的东西，希望是比我们副导排的表还要再提早结束。我到拍摄当天啦，那我自己喜欢的工作方式是使用超级高的效率去把我们的整天的东西执行完，尽可能是在副导的表之前结束这个拍摄。我不喜欢就是拖到表之后，那我觉得那样子工作效率就是太差了。